泰國曼谷爆炸事件至今已經超過一個星期，好希望死者們可以早日安息，傷者們早日康復。呢個期間，泰國對於某些人嚟講可能是敬而遠之，但幸好總有人不離不棄喺度。我好衷心多謝一班嚟自香港嘅演藝界朋友，佢哋為有關嘅事主作出一啲嘅打氣同埋關懷。呢班朋友平時喺電影或者電視上邊會扮演唔同嘅角色，但今天角色只係得一個，就係泰國嘅 fans。我胡偉聰好衷心多謝曬呢班朋友有情有義、不收分文嘅打氣，佢哋嘅支持會令到你同我都感動。多謝曬大家，多謝曬。大家好，我係杜汶澤，泰國加油！巴鐵泰，牙妥鐵。大家好，我是余安安，李安安，希望泰國加油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柳俊江，希望在泰國爆炸案的死者就安息啦，傷者早日康復啦，亦都泰國的朋友要加油。Bangkok， 我会再来的。Yes， 加油 ，Bangkok！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 ผมชื่อ Remus ครับ คนไทยทุกคน สู้สู้早两个礼拜咧，曼谷发生一件好不幸嘅事啦。咁啊，希望各位朋友早啲忘记不开心的事啦，重新投入工作啦。其实我自己都很喜欢去曼谷玩的，那希望你们努力加油。我自己很喜歡泰國的，差不多每一年都會去一次旅行，知道今次爆炸的事件令大家都很擔心，所以我在這裡跟大家打氣，泰國努力。及觀及泰國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的陳志雲，我和很多朋友都很喜歡泰國這個地方的。除了旅遊景點吸引我們之外，泰國的美食也都相當之豐富，而最重要的是我們每一次旅遊接觸到泰國的人民都是比我們很親切、很溫和、很愛我們每一個人的感覺，而且很包容的一種的生活態度。我們最近都得知到在曼谷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，在這裡想為大家送上最親切的慰問，以及希望大家加油努力，我們不會忘記你們，我們也不會因為這樣不再來泰國旅遊的。最重要大家堅強一點，令到你們的國家能夠繼續繁榮安定。日前在泰國四面佛發生的爆炸事件實在令人非常心痛，希望死者可以得到安息，傷者可以早日康復。天佑泰國，咁多位泰國的朋友加油堅強，我會支持你的。巴鐵泰蘇蘇。大家好，我是 Penny。 前排在泰國發生了一件不開心的事，令到很多無辜的人受傷，甚至乎離開了我們，包括我们的香港人、外国人、国外的同胞和泰国人。在这里希望所有的人、受到牵连的人可以快点离开这个阴影，重新振作。现在跟所有的外国朋友打打气，香港人加油，不听太叔叔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，我是李浩林 Derek。曼谷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城市，每隔几个月我都会去一次的，可以好好地放松心情，又可以见下我泰国的朋友。在这里祝愿泰国加油 Stronger Together。
泰国咧系一个好可爱、好美丽嘅地方，所以世界各地嘅游客咧都好中意去泰国度旅行嘅。可惜咧最近咧泰国系发生咗一啲恐怖嘅爆炸事件，咁令到咧有好多当地嘅市民啦，或者旅客咧系受伤，或者有啲系死亡嘅。我喺度咧系希望啲伤者能够早日康复啦，同埋亦都希望咧死者嘅家属咧就系节哀顺变。呢件事我哋香港好多朋友咧睇到都系好难过嘅，咁所以喺度咧同大家讲咧，加油努力。泰国我哋系好中意嘅一个地方，当地嘅风土人情味亦都非常之浓厚。喺度咧系我哋大家都祈祷，希望咧泰国能够早日咧回复翻当日嘅繁荣嘅景象。多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杜如峰啊。最近泰国咧就发生一啲人祸啦，咁我觉得天灾已经够噶啦，点解仲要有啲人祸出现呢？咁我自己好深刻感受嘅，因为其中炸咗个脚，即系炸亲个脚嗰个发型师咧系我嘅朋友嚟嘅。咁另外佢嘅朋友虽然我唔识，但系都系佢嘅朋友啦。咁就有两个已经离世啦。咁我希望泰国人会继续努力坚持，唔好放弃，要 stay strong， 系啦。咁就希望泰国快快脆脆復原，不要再被這些人禍搞到即令人不敢想象，令人流淚了。加油啊泰國，你們要 stay strong 啊。